把相信打在公屏上。双御剑，小绿人加刀锋，噔噔了噔噔噔，噔了噔噔噔，哒哒哒。来吧，装备不错。这波应该能给钱，最好能给个5块钱。我把这杰跟大树全拿了，赌一下飞机猴哥接不接？接个屁！你咋这么赌？大树拿不着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准备去死吧！没准这把可以给个御剑仙的小驴人呢，也是可以用的。魔法师的也行。你不用上装备了，你上装备你也打不过我。好像能打过，哎，好像不一定啊，能打过，我就不上了。下楼给3块，我们直接升级。你说劫拿不拿呢？劫不要了，换一个。盖伦可以用。好，开始连胜。想杀我盖伦儿，开玩笑呢，兄弟呀！我重装盖伦儿已经无敌了，再拿攻速明咒劫多香！我不玩那赌命的，我玩不了。其实是我不会玩，你知道吗？我递不出来天选劫。我就只不会玩劫，不会玩劫。嗯，这么长时间没看见我玩过劫吧？不会玩，递不出来，我不知道咋办，我就只能递八，谁也打不过，不知道因为啥。除了劫，我都可以玩。
正好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拿装备，也不是最后一个拿装备，挺好。好，该我了，大棒子我要了。呀！我靠！腰带不要，腰带都没有人要这玩意儿呢。我不行，我要女神泪儿。啊！你大爷的，他跟我斗96，凭啥呀？我不服，这我指定不服。这我肯定是不开心啊，我指定是不开心。太欺负人了呢。结了，别犹豫，知道吧？犹豫就会败北，千万别犹豫。把小驴人卖了。拿下！还好，我拿了个女神之泪，还好。千万别拿腰带！刚才拿腰带，我们就只能御剑仙了。不拿腰带，我们就可以走狐狸。不过现在阵容里边要狐狸的真多。大棒，最没有用的一件装备，大棒可以。这个随便给吧。先来个四动，后边加个后排。Thank you.
要不要升呢？这波，哎呀，这波升了，我看看升不升啊？我现在五级，他升六了，那我也得升啊，他升我也得升，我不升这不行啊。上个小驴人，保个小狐狸。猴哥拿个第一吧，这不正在拿呢吗？这不正在拿吗？着啥急呀，兄弟？这把都跟你说了，不吃鸡就吃屎的这种话，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？兄弟，这是天神猴吗？重装猴，三重装，绝活。这第一名可挺猛啊！第一名主要是猴猛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这老猴小弟弟一个，他能第一名，之所以能第一名，是因为没有遇到蜜，没有遇到蜜，一只蜜。拿个腰带吧，这也没啥拿的了。你知道你卡了多少钱吗？我就知道我一直在连胜，我不知道我卡钱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我就知道我一直在赢，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卡了多少钱。这人福星刺儿啊，狐狸放一个技能就行，还行。这波应该是没了，这阿卡丽太猛了。哎呀，到点儿了。刚宗今天好像很热。到点儿了。还有刺客吗？还有一点，给嫖点四费卡呀！呀，老母驹应该换建模的。嘣！哇！狐狸放一个技能就全死，砰！漂亮，
升级。缸中好像很饿，老母君饿了。这小子开始换了，我也换了，我把盖伦也换了。刚拿大腰带，哎，就给大腰带，给暴击手套。挺膈应人呐，沃里克。宗师腰子，宗师腰子，小拿一手吧。莫甘娜刀锋有，我可以用。差了点虚区，莫干了。没狐狸玩不了啊。御剑仙吧，没狐狸玩不了。即使我这狐狸神装了也不行，下波第一波没狐狸咱就不玩啊。给莫干辣呀，不要了。有没有莫干辣？我是他妈莫干辣都上哪去了？都搁他家呢。来大剑，大剑没了，大家没了，上火炮吧。莫干辣一星就行，我不用两星的，你就给我个一星的我就能用，我就只要个一星莫干辣，别的我都不要，行不行？上头了。
操你妈了。挺难受啊。地吧没办法，这属于核心英雄，没有不行。只能地。没伤害呀，呀，这刀锋火炮没给上啊。马上打狼就不能等一波，等一波都没血了，等他干啥呀？这有什么好等的呢？我就应该给这小驴人好了。哎呀，挺烦人呐，差个永恩。给个饮血剑吧，来把大剑。来个吹风吧，我应该上个刺客，再上个永恩就对了。小驴人咱先不要，拉吧，莫干拉没有了，这把就这一个了，撑死就一个，没有就拉倒。哎，我这换来换去，最终还是换到了皎月身边。哎呀，我
选修拿个永恩，升级递个派克就可以了。五费卡永恩选秀应该能拿得着吧？扎，再扎，来个永恩，没有永恩，没有永恩，我上法爆吧。我没得选择呀，有牙锁没用啊，我需要宗师而不是浪人。一个永恩出来，恐惧吗？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黑暗暴袭！哎呦，我这莫甘娜给的行啊！来个永恩完活。你们仨给我打死他，吓我一跳，我心你要起飞了呢，给我吓坏了，给我这家伙给我掏的。法爆不给男刀醉了，你喝多了，确实喝多了，假酒喝不少啊，喝酒有害身体健康。那五遇见我还没有办法呀，那你咋整啊？好打不呢？完了，进夫回来了。完了，剩俩女人呢。哎，这能掉我点血？我操，那个小猫怎么扛那么长时间？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又给个鬼叔，你给那么多鬼叔干嘛呀？这就是没容错率，你知道吧？容错率低了。
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保名次，而不是去第三星。我们需要立刻找到一只永恩。下播了，兄弟们，下播了。喜欢直播间点上我们右上角关注，新浪微博就在屏幕上方。拜拜，明天见，兄弟们。嗯哼。